拖鞋呢？还有情侣马克杯。我们是邻居啊，你随时可能来我家拜访。而且你懂得我，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。嗯，你就犟吧你啊。承认吧。承认什么？你先喜欢的我。我先。又是帮我找房子，又是帮我布置家居的。那段时间简直是把我家当成你自己家了。找房子是你逼我。